大家好，我是 Reason 瑞森老哥。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古代皇帝为什么用太监伺候自己的生活起居，而不用美貌的宫女呢？末代皇帝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曾经记载的一段荒诞的往事：12岁的溥仪与10来个敦实的宫女在床上玩游戏，他大口地喘着气，既紧张又兴奋，从来没有人和自己这样玩过。他感到浑身像有火一样滚烫，渐渐的他累了，可是他们还没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向自己扑来，最后他只能看见他们扶着的背口和雪白的肌肤。生父在跟前，他终于昏死了过去。帐外太监听见屋内的尖叫声，连忙派人去找大太监张千和。张千和赶到，看到床上的情景，心中大呼不妙，下令将这些宫女全部看管起来，自己则去太妃宫中禀报。而这件事也给溥仪的身体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其实在清朝，虽然宫中宫女众多，但她们基本上都是侍候各位后宫嫔妃的，皇帝与她们基本上不会有交集，除非宫女由嫁娘或者太后举荐，否则皇帝在日常生活中几乎见不到宫女的身影。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制度呢？不是常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皇帝的工作强度那么大，有些美女在身边不是更好吗？其实不然，正因为皇帝工作强度大，身边宫女多了反而更加吃不消。太监的权力极大，尤其在清朝，他们甚至可以管理皇帝的私生活。清朝皇帝不能与嫔妃过夜，皇帝在临幸前会有主事房的太监端来一个盘子，上面写着嫔妃的名字，皇帝要临幸哪个嫔妃就翻谁的牌子，过后就可以让进士房的太监将翻了牌子的嫔妃抬过来了。但与电视剧中的描写略有不同，清朝皇帝的晚膳时间一般是在下午2点以前，也就是说可能进行房事的时候还是白天。嫔妃和皇帝在房间里待上一段时间后，门外的太监就会提醒皇帝注意时间，提醒3次后，也就是一炷香的时间，如果皇帝还没有结束，那么门外的太监就会进来，床上赤条条的嫔妃用被子一裹抬出去，皇帝只能在床上独自回味了。可见在清朝，太监伺候皇帝有时感觉也并不舒服。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要用太监伺候自己呢？这更多的不在于个人喜好问题，而在于政治原因。太监产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太监的前身是宦官，大约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基本形成。但是早期的宦官并不一定是阉人，他们类似于皇帝的大管家，可以帮助皇帝管理宫内的大小事务，是一种官职。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汉武帝时期的卫青、霍光，最初都是从宦官、侍中做起的，很显然他们并不是阉人。到了东汉以后，成为宦官的必要前提才是入此宫必先自宫，也就是说后来的宦官就和我们后来认识的太监一样，都是阉人了。中兴之初，宦官昔为阉人，不杂他事。在唐宋时期，太监不是等同于宦官的，这固然是因为宦官一定是阉人，而太监也有可能是正常男人。直到明朝设立了由宦官管理的24衙门，每个衙门设长太监，这时候太监才是对有权力的宦官的称呼，清朝才将皇宫内所有的男性奴仆通通称为太监。从宦官们掌握的权力来看，在秦汉时宦官主要是掌握政权，唐朝以后宦官们的权力范围延伸到了各个方面，到了明朝的巅峰期，太监权力的触角可以深入到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行财御。比如明朝的9000岁魏忠贤，他在成为皇帝宠臣的同月，也敢于冒犯皇帝，干了许多人共愤的事情。当然除了干坏事的，历史上也有很多太监是对皇帝忠心耿耿的，急皇帝所急，想皇帝所想，为皇帝排忧解难。比如说明朝的郑和借着出海帮朱棣寻找朱允文，顺便宣扬国威。郑和云南人，
是世人所知的三宝太监。他最初侍奉燕王于北平，因起兵有功，累升至太监。成祖怀疑建文帝亡命海外，派他出使西洋各国，以示中国富强。从宦官或者说太监的角度来看，因为基本上没有后人，所以在由文官掌管的历史记录中成为抹黑最严重的群体。了解了太监的起源，我们回到问题，来看看古代皇帝为什么放着美貌宫女不用，而要用不男不女的太监。一、皇权需要。对于一个封建王朝的帝国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女人，而是皇权，而所有的人和物都将围绕巩固皇权来设定。太监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从秦汉以来，皇权就在外戚和臣权的包围下艰难生存着。汉高祖刘邦开始，外戚把持朝政就是一个不可杜绝的现象。而到了东汉时期，皇帝的年龄越来越小，这样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了。小皇帝的登基只是坐在龙椅上的一个吉祥物，而真正的权力却掌握在帘子后面的太后以及以太后为中心的外戚集团手中。但随着小皇帝年龄的增长，夺权成为势在必行的一项任务。而常年在皇宫中成长的皇帝身边除了女宫女，还有宦官夺权，这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宫女在这样的权力斗争中，体力和智力显然都不太够用，最后大多数皇帝选择了太监。就像在《鹿鼎记》中，康熙借着和小太监练摔跤的机会，养一批敢死队，打败鳌拜。在小说中，太监既是小皇帝的伙伴，也是玩伴，又是皇帝的耳目手足。许多皇帝在深宫中不知道做不了的事，都可以由太监们完成。虽然小说在剧情上略显夸张，但是在历史中，太监在帮助皇帝夺权的道路上确实做出了许多贡献。前面说到的光绪年间的寇连才，本来是慈禧派到光绪身边的卧底太监，结果最后选择站在光绪一边。在回到身边后，慈禧放权给光绪，光绪不惜以自己的身家性命，用死谏上书慈禧，还政于自己，停止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当然他这是属于软弱的，有过硬的资质的也不会明着来，只能用自己的一腔热血祭奠年轻皇帝的王权。不过这样的忠心，这样的坦诚，哪位皇帝不应欢呢？这也就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太监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和皇帝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的原因。二、生活需要。周王朝时期，宫中的服务人员还是以女性为主的，但是随着皇室不断壮大，宫中的嫔妃和王子公主越来越多，这些人的日常饮食起居都是大事。像在清朝，皇帝或者太后出去逛个花园，后面需要跟着抬轿子的、拿罗伞的、端小板凳的、过衣物的，还有茶水点心的、要挑子的，还有提便壶的，这样一个队伍杂七杂八好几十号人，抬轿子、举伞、挑药担子、端盘子，这些事情样样不是力气活。如果交给女性，恐怕皇帝游一次御花园得换好几拨人跟着。再有像宫里要修个屋顶，妃嫔们要添置点家具或者大件物品的，也需要这些有力气的太监，仅仅是宫女肯定是搞不定的，所以使用太监变成了皇宫内的刚需。另外，出于对皇帝的身体健康考虑，在宫中已经有许多娘娘解决皇帝的生理需求后，女性太多其实就不一定是好事了。就以溥仪来说，因为太监们偷懒，把年轻的溥仪和十来个宫女关在屋里游戏，因为溥仪年幼加上宫女太多，让溥仪身体受损，导致终身不能生育。其实清朝是有规定的，皇帝身边只用六件近身伺候，就是怕发生这样的情况。只是溥仪的太监们偷懒，或者是受些大人物的指示，才做了这样的荒唐事。所以在皇宫中女性多了，皇帝还真的吃不消啊。而那些宫女通常都是世家选送进宫的，与其说他们是皇帝的妻子，更不如说他们是系皇帝和权臣的一个纽带。如果一个宫女能得宠，
而将整个家族的地位提升起来，那么那些世家大族自然会反对。不信你看，贤惠如卫子夫，战功如卫青，他们家族在史记中的评价也不及一个打败仗的李广将军。所以宫女想通过皇帝的恩宠一步登天，绝对是九死一生的考验，千万双眼睛盯着，不能让宫女使皇帝太过放纵。为了避免皇帝因女色而误事，出过丑事，最简单的办法是限制宫中女性的数量，宫女的出身。毕竟大多数皇帝都不是柳下惠，就在清朝，即便是宫女，许多人也都是旗人子弟，贵族出生的。有这些宫女在身边，即使皇帝一时兴起，临幸了谁，宠爱了谁，说到底，这亲戚还是朝中显贵，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太监伺候皇帝也是廷内外众望所归。三、精神需要。皇帝选择太监伺候自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思想交流问题。大家一定记得，在小时候，一般小男孩和小男孩一起玩得多，小女孩和小女孩玩得多。除了体力问题，还有一个是喜好的问题了。太监虽然是不完整的男人，但是毕竟还是男人，对男人的那点喜好还是有点谱的。比如说，有的皇帝喜欢玩蛐蛐，就像我们如今男孩子玩个汽车模型一样，多数女生是不喜欢玩，也不懂怎么玩的。那这时候，太监能在边上陪玩，甚至能够帮皇帝挑选和喂养厉害的蛐蛐，就让皇帝很喜欢，很受用哦。所以，皇帝和太监在一起，可以聊的东西，在自己的女人面前，可能并不适合多说。而且，许多有名的太监都有天桥说书先生的本事，比如唐朝的高力士，清朝的李莲英，这些人可以说是长有千里眼顺风耳，能够将民间市井的故事传说活灵活现地带到皇帝身边。这些精神粮食其实更让皇帝着迷。如果说在嫔妃宫中，皇帝要做的是放松身体，那么让太监在身边，皇帝享受的则是精神按摩。比起帝师们动不动的知乎者也，故事的吸引力显然太大了，皇帝的贴身太监更是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心理医生。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心事，只有他们知道。皇帝虽然贵为天子，但大多数大臣都是将皇帝当作自己的老板，有事要签字盖章了，就来找皇帝。没事的时候，巴不得离远点，省得一个不小心掉了脑袋。所以偶尔能有一个人把自己当朋友的，皇帝就高兴得很。就像乾隆将和珅捧上了天，就在于和珅把自己的定位并不在大臣上，而是皇帝的大管家，他帮着皇帝赚钱，帮着他想怎么玩才好，这就和宫中大太监做的没啥不一样。四、其他功能。上面我们说了，清朝的太监甚至可以管理皇帝和后妃的私生活，这也是源自于对皇帝安全的考虑。毕竟在清朝前的明朝，就有皇帝被几个宫女摁在床上，差点给勒死的案例。清朝皇帝属于外族入侵，所以要更加小心。除了妃嫔侍寝要光着进来外，一旦时间到了，太监们也要进来将人抬走，以防止时间过长，有武林高手徒手将皇帝给送走了。所以太监在皇帝身边还要充当保镖的角色。此外，因为太监没有根，他们没有后人，既然无后则是不孝，那么和父母家族的关系也并不是那么紧密，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皇帝。太监可以一辈子在皇宫里伺候皇帝和皇帝的家眷，而宫女服役的时间是比较短的。特别是清朝，明文规定宫女到25岁就要出宫嫁人，太监的存在还可以让皇帝活得久一些。皇帝虽然是九五之尊，但也日理万机，经常工作到很晚。如果皇帝身边全是美貌的宫女，还能好好工作吗？一门心思全在男女之事上，容易引起纵欲过度，可不就短命了？说起用宫女伺候自己的皇帝，历史上倒是有这么一位，那就是太平天国时期的洪秀全。定都南京后，洪秀全本想用太监，他找来80个年轻力壮的男孩子，亲自安排人给他们晋升，
可没想到晋升是个技术活，他们办不到。80个男孩子死了77个，只有3个侥幸活了下来，还落了个终身残疾，根本没办法过正常的生活。洪秀全没办法，只能弃用太监，选了1000多名宫女专门伺候他的起居。洪秀全万万没想到，这一番操作后他沦陷了。他每天的事情不再是处理政事，而是不停地临幸宫女。整整11年的时间，洪秀全都不曾踏出宫门一步。并且洪秀全还有个特殊的癖好，他要求妃嫔及宫女必须穿开裆裤，惹他生气了那就跪下，直到他气消了为止。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后期腐败不堪，很快被剿灭。由此看来，皇帝用太监也可以防止自己沉迷女色。有意思的是，为了能让皇帝保重身体，适度行乐，还专门有皇帝不急太监急这一说法。比如说乾隆皇帝宠幸妃子时，屋外专门站了一群太监听动静，等里面安静了，太监们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总管太监领头会带头尖着嗓子高喊是时候了，如果皇帝不出来怎么办，那就继续喊。几次过后，皇帝自然就没了兴致，草草结束。有意思的是，清朝有明确规定，皇帝和妃子的时间不能超过1个小时，时辰一到，太监们就会催促，如果催了好几次皇帝还不放人，那太监们就会进去用丝被将妃子抬走。除此之外，当然也和古代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有关系。古代除了唐朝，几乎是没有女人入朝为官的，皇帝有很多的诏令要颁布，圣旨要下达，这些事情是不可能让女人出面的，只能是男人。但大臣们又不住在宫里，那就只能是太监来做这些事了。所以权衡下来，宫女比较适合做一些端茶倒水或者比较细致的活，但其他的包括维护皇权、保卫皇帝的生命安全、替皇帝保家卫国、开疆拓土等，都还是太监用起来顺手一点。在古代，皇帝选择用太监来伺候自己，主要是出于皇权、生活和精神的需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一代代皇帝血泪的教训中，太监逐渐走上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地位。虽然有极少数的太监得到皇帝的恩宠，过上不错的生活，但是他们其中大多数的人只能默默地如骡子般在皇宫中周而复始地做着相同且枯燥的工作，不管是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这些太监一旦做错事被赶出宫，他们大多数人只能流落街头，变成乞丐流民，冻死饿死在街头。他们之所以能够理解小皇帝的苦闷，是因为他们承受过更加深入骨髓的痛。所谓久病成医，他们才能对皇帝的哀怨表示理解和同情。而随着封建王朝退出历史舞台，这一特殊的群体也再没有存在的必要。谁不想做个正常人呢？那一刀切去的不光是生殖器，还是一颗做男人的心。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 Reason 瑞森老哥。如果大家有自己的见解，或者觉得视频某方面有误的话，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订阅按赞，我们下期再见吧。